今日呢同大家去旺角，去呢个旺角嘅飲食名下创兴广场，试一间新开冇耐嘅火锅饭题。不过呢间火锅饭题呢唔係一般嘅日式火锅、港式火锅饭题，而係泰式嘅火锅饭题。有咩特别？单单以火锅嚟讲，其实唔算好特别，佢都係一般嘅火锅饭题种类。它的火锅肉类配料的选择呢，其实和一般的火锅饭题差别不大，但是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卖点。首先呢，就是它有一个长长的虾缸，那就养住啲虾，可以即刻捞，即刻拿去打边炉。叫得做泰式火锅饭题，当然有些泰国的元素啦。那它这里除了有泰国出名的流水虾之外呢，还有多款的泰式食品可以选择，好像有泰式的海南鸡饭、泰式的鱼、木瓜沙律、泰式的酸辣凤爪沙律、冬阴功炒饭，还有串烧和一些其他的小食、珍多冰、一些泰式的糕点等等，都有不少的泰式选择在这个饭题里面。而它的位置呢非常方便，正正在旺角区飲食名下创兴广场。那我今天吃的呢就是晚市假日早料时段。那它这里的晚市火锅饭题呢，那就分了三个价位，每个价位分三个时段收费的，大家可以望下个单张。那它呢就分了 ABC 三款不同的火锅饭题级数。A 嘅咧就系最普通嘅盐选特级牛，正价时段248，五六日假期就加10元。另外特价时段7:30前埋单或者11:00后入座就188，9:30至到11:00入座就218，咁就有90款食物选择嘅。跟住贵少少，澳洲产顶级草字黑安格斯，正价时段咧就268。7:30前埋单和11:00后入座呢就228，9:30至11:00入座呢就248。另外最贵的呢就是澳洲产极选谷字黑安格斯，咁正价时段就298，7:30前11:00后呢就268，9:30至到11:00呢就288。全部都是六日假期加多10元，特别日子呢就加20元，两位起入座。长者呢不同时段划一收费，最便宜的128，我吃的这款168，最贵的呢就228。除了肉类的分别之外呢，它还多了一点其他的火锅配料的，那就不详细讲了，大家自己看看吧。那它现在呢就做一个三送一的优惠，即是四位就收三位钱。咁我哋其实早个几礼拜呢已经 book 咗位㗎喇，咁佢都话有三送一优惠嘅，咁我哋就准时5:30去到，啱啱食到7:30呢就可以7:30前埋单，咁就有呢个早料优惠。不过现实上呢有少少出入，我 book 位嗰时呢佢都冇同我讲，原来要咗呢个三送一嘅优惠嘅话呢就冇得要呢个早料优惠，只可以二选一。但是他 book 位的时候是没有跟我们提过的，是去到攞位的时候才跟我们说。如果我早知道就不会 book 5:30，可能 book 回6:30、7:00那么上下了，因为用不到他的早料优惠，那么早来都没用啦。那我觉得这些母亲节前夕减紧的优惠我觉得合理的，但是前提是要你预先跟我们说嘛，没有跟我们说突然间去到说没有这个优惠，感觉上呢就真的差点了。咁都嚟到啦，咁都係繼續食啦。不過相對呢就會貴咗啦，因為早料嘅話呢每位就228，而家佢要收正價先有三送一，就變咗268，每位貴咗40元。好啦，唔好講呢啲啦。咁我哋今次呢就揀咗中間價位，正價時段就268，早料時段就228嘅。咁假日呢再加返10元。汤底的选择呢叫得做泰式饭题，当然有些泰国特色的汤底选择啦。
好似係有檸檬香茅鍋、冬陰功鍋、馬來涼野辣沙鍋、青檸椰奶雞湯鍋、黃金酸菜鍋、藥膳豬骨白湯鍋、和風煎魚清湯鍋同埋呢個麻辣鍋。咁鍋底咧就可以揀一款，如果雙拼嘅話咧就要加48蚊。咁我哋咧加咗呢個雙拼嘅，就揀咗呢個冬陰功鍋同埋藥膳豬骨白湯鍋。咁我哋五個人就坐咗一張可以坐六個人嘅卡位 ，OK 闊落嘅，大家睇下。一埋台坐已經拎咗一大桶嘅肉過嚟啦，睇下。好，先同大家出去睇下自助區嘅嘢食。首先最吸引嘅當然就係呢個蝦乾啦，咁都有幾多蝦喺度嘅。不過咧唔太生猛，我諗有八成都係沉咗喺底，但係大部分咧望落都仲未死嘅，都仲喐喐下，但係就唔係好活躍。係久唔久咧有幾隻會游上嚟。咁我咧都系主打鹹啲游緊水嘅，不過呢度栽蝦嘅設備咧就冇我之前食過啲泰式流水蝦咁樣，會俾個冰桶你，係就咁一個桶嘅啫。如果夾咗啲沙猛嘅，真係隨時跳到周圍係啊！好彩我都可以攞只碟仔冚一冚佢，咁就唔會飛到周圍係啦。咁可能咧，如果呢個做主打嘅話，加多少少冰，等啲蝦冷靜一下，唔會周圍跳咧，就會好啲啦。咁除咗蝦之外，佢都有多款嘅熱盤可以選擇嘅，有啲咧都幾吸引嘅，好似呢個泰式嘅鹽焗嘅魚咧都唔錯嘅，大大條，不斷補充，食完一條又出個第二條，啖啖肉配埋呢啲泰式嘅辣汁咧唔錯嘅，仲有呢個黃咖喱蝦、冬陰功炒飯、呢個泰式嘅炒豬肉碎粒粒。泰式海南雞飯、青木瓜沙律，而呢個蝦咧就係後尾轉出嚟嘅，先頭冇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佢哋呢度嘅熱盤咧都有幾多蝦，唔使講都知啲蝦係邊度嚟噶啦，梗係個蝦乾裡面嘅剩餘物資啦。跟住咧仲有多款嘅調味，咁亦都有啲泰式特別嘅調味。跟住咧仲有呢一大组嘅火锅配料，睇下选择几丰富，卖相几吸引，全部都几靓仔嘅。睇下有多款唔同嘅丸啦，有啲丸咧都几特别，跟住有好多嘅呱呱菜菜，多款嘅菇，多款嘅菜，多款嘅瓜，好似系番茄、粟米、秋葵、莲藕、朱红、乌冬等等。选择非常丰富，而且卖相亦都唔错嘅。睇下饮品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一大组嘅饮品柜，咁有呢啲新兴嘅汽水啦，一啲特别少少嘅果汁啦，啤酒，一般嘅汽水，仲有啲自家制嘅茶。另外咧，仲有几款泰式少少嘅特饮，好似系泰式嘅奶茶等等，选择都几丰富嘅。睇下。咁除咗熱盤、火鍋配料、飲品同埋蝦之外咧，就仲有啲甜品。咁就有幾款泰式嘅甜品啦，呢啲蛋糕啦。另外咧就仲有自制嘅珍多冰，咁就自己加配料自己撈嘅。不過佢雖然叫珍多冰，但係冇冰嘅，全部都係配料加呢個椰奶。另外咧仲有組雪糕櫃，咁就有多款嘅雪糕、雪條。不过就唔系啲贵价嘅款式，系啲普通嘅款式嚟啫。咁我都系啦，尽量每样攞少少试下。好，先嚟个锅底，一个咁大 size 嘅锅。咁呢度咧就系用明火嘅，唔系电磁炉。汤底嘅味道咧唔错嘅，冬阴功汤底都够味，少少酸，唔系好辣嘅啫。咁就有啲香草，仲有虾，跟住个药膳猪骨咧。咁就有啲红枣，唔算太浓，但个味道 OK 嘅。咁除咗出面攞嘅火锅配料之外咧 ，scan QR code 就可以点肉类、一啲小食、炸物同埋啲特别少少嘅火锅配料。咁肉类嘅选择，以中间嘅呢个价位嚟讲咧，真系几唔错嘅。咁有最主打嘅澳洲产草饲黑安格斯啦，
嚴選特級牛胸腹，咁就應該係最平價位嘅牛肉。丹麥產皇冠豚梅肉，美國產下肩甲肉眼，這個特別少少嘅咧叫做特級牛胸爽，西班牙八團肉，極上牛舌，嚴選雞腿肉，澳洲產草字羊肩肉，跟住其他嘅火鍋配料咧，就仲有蟹柳、八爪鱼仔、水油、鱿鱼翼、鸭血、凤尾虾、鱼柳、台湾蛋饺、炸鱼皮、鱼腐、响铃、泰国蛋面、日本拉面、薯粉、鱼肉面，仲有多款嘅炸物，好似系清迈炸猪皮、泰国水牛芝士条、脆炸油条、泰式炸辣鱼饼、炸午餐肉、虾片、鸡煲、榴莲炸蛋，估计唔到咧，炸物嘅选择几丰富啊！另外仲有特别少少嘅芝士辣椒脆皮年糕、肉松蛋黄脆皮年糕、泰式酸辣毛骨凤爪沙律，跟住咧仲有啲泰式嘅串烧，好似系猪肉嘅串烧啦、鸡肉嘅串烧，不过就冇牛嘅。食物的选择呢比我想象中丰富、而且质量都不错的。逐样看看肉呢，主打这个黑安格斯真的不错，挺好，大大块，肉味都够，不肥，不错啊。跟着其余的几款下肩甲肉眼都不错，而这个呢普通的肥牛就麻麻地了，一般了一点，有比较底下呢就真的相形见绝，差了一点。另外这个牛胸爽呢挺特别，网络就唔系好吸引，乍眼睇咧似啲肥膏啊，但系个质感唔错嘅。另外八团肉、羊肉啊都 OK 嘅，牛舌都几好。睇下呢个蟹柳几长几大条，鱼皮都脆嘅。呢只八爪鱼仔咧真系细细只，蛋饺就一般，水油亦都相对比较细件啊。鱼咧麻麻地一般啦，鱿鱼翼咧大大块唔错嘅。比较贵价少少嘅鸭血都有，仲有呢个凤尾虾都爽嘅，不过有油水嘅虾，当然主力系食油水虾啦。鱼腐就普通，响铃就冇事啦。跟住呢啲咧就系出边攞嘅火锅配料，都几靓仔啊！大家睇下，多款嘅丸，多款嘅菜，多款嘅瓜，仲有呢、这个。大鱼蛋啊，呢粒丸咧流汁噶，唔错。咁呢度大部分 scan QR code 落 order 嘅火锅配料咧，都系逐件逐件计嘅，一件咧好少噶咋。跟住咧，佢仲有几款鱼滑，好似有蟹子墨鱼滑、紫苏芝士免治鸡滑同埋川麻辣免治鸡滑，相对比一般嘅鱼滑虾滑咧特别啲啲。睇下几多辣椒，几款嘅菜都新鲜嘅。粉面类咧，今次就冇乜点试啦。除咗呢啲蛋面、拉面、鱼肉面、薯粉，出边咧仲有啲泰国嘅包装即食面。跟住炸物方面咧，整体嘅水平都唔差嘅，虾片正常啦，薯条、鱼饼就大路水平啦。呢个泰式嘅炸猪皮咧，同一般食开嘅猪皮有少少唔同，几特别嘅。芝士条都唔错，榴莲炸蛋几香榴莲味，串烧咧。初初嗌咧就冇嚟到，再嗌咧就有啦。啲串烧咧烧得啱啱好，细细串，烧得几香嘅，肉质都唔错，几好。咁就有猪肉同埋鸡肉，就冇牛肉嘅。不过咧，我哋第一次落 order 时咧，佢就冇嚟到，再嗌先有，而且个份量咧都比我嗌嘅少咗啊。呢啲油水虾咧确实唔错嘅，生生猛猛，真系会周围跳噶。啲蝦咧夠爽甜啊，新鮮，當然新鮮啦，仲游緊水噶嘛，大大隻可以食多幾隻啊。個海南雞咧亦都幾滑，配埋呢啲醬汁咧幾好，魚翼都唔錯，淡淡肉啊，配埋呢啲辣汁咧更加野味。個青木瓜沙律咧就正常啦，冬陰功炒飯都 OK 嘅，呢、這個肉碎炒豆咧可以啦。呢、这个皇家啲虾咧都唔错嘅，
捞饭一流。不过当然食放题就唔会攞嚟捞饭啦。呢、这个酸辣凤爪咧唔错嘅，冇骨，淡淡肉，可以一试，个味道都调教得几好。另外再特别少少嘅咧，就呢啲年糕类，有呢个芝士辣椒脆皮年糕，卖相几得意，烟韧韧，唔错嘅。咁佢几款嘅主打肉类咧，都会有块牌仔喺度嘅，不过就唔系全部都有。咁方便大家认清楚边种肉啱食，咪再叫啦。不过咧就唔系每款肉都有嘅，睇下几丰富。咁甜品方面咧，呢、这个朱古力嘅蛋糕 OK 嘅，其他嘅泰式糕点都可以。最常食嘅呢只椰汁西米糕啦，仲有呢款就唔知系叫咩糕啦。而个珍多冰咧，多款嘅配料俾你加落去，唔错嘅，个质感几好。除咗啲五颜六色嘅珍多之外咧，仲有啲山果，好似大树菠萝，加啲椰奶，唔错，几好。另外雪糕雪条咧，就有普通嘅雀巢雪糕雪条啦，仲有呢只姜汁味嘅鹦鹉炼奶雪条啊，而呢个西瓜雪条咧都几特别啊。仲有呢个 mega 雪条啊。饮品咧，呢、这个泰式奶茶咧相对就甜咗少少，清热饮都有。仲有呢款菠萝嘅饮品，整体嚟讲咧，呢、这个泰金锅火锅选择唔错，牛肉肉类嘅选择咧几丰富，几款嘅肉都唔错，尤其是系呢款主打嘅黑安格斯啊，火锅配料咧亦都算几精美，而且佢仲有游水嘅流水虾，任甜，亦都有多款特色少少嘅火锅配料，仲有一啲泰式嘅食品。好似系泰式嘅海南鸡、黄咖喱虾、泰式嘅焗鱼、酸辣凤爪、珍多冰等等，比一般嘅火锅放题店咧选择多啲、丰富啲，亦都有啲泰式嘅感觉，系一个几唔错嘅火锅选择啊！除咗个价钱有少少问题之外咧，整体都满意嘅，都几推介大家嚟试下。咁埋单每位假日。咁要呢个三送一优惠呢，就要收正价，成人就278，送嘅呢就送咗同行嘅长者178。我諗如果全部成人去呢，相对会抵啲，送个长者呢相对就好似蚀咗少少咁啊。咁以呢度嘅食物选择嚟讲呢，价格上係 OK 嘅，如果可以有早料优惠呢就更加好啦。下次再同大家试食个其他嘢啦，拜拜。